你看他就找你了，一有人过来他就以为有人要喂他东西吃，你发现没有？感觉跟国内的鸭子就是不一样，他就觉得有人要喂他东西吃。国内大家就觉得有人要宰他。对，国内人有人要逮他。这个黑羽毛白头的这是啥东西？就打起来了。这都四脚朝天了，两脚朝天了。你也不喂人？没有，没有面包、啊。他能吃面，为啥不能吃香蕉？香蕉太打起来了，看到没？他等于说臭不要脸，臭不要脸，臭不要脸，老贱人，他等于这样。那个人好贱啊！中间这个人看，两边都打。好贱是吧？有没有似曾相识？我来个狗，狗想下水。狗不会狗刨吗？咋的咋的咋的？主人不让他下水。